嚟澳门咧就唔止食同埋赌场嘅，最近咧就新开咗一间2200平方尺嘅蛋床乐园，开业咧唔够一个月，等我嚟玩下先 ，Let's go！ Zip Out 咧喺全球各地都有多间分店，而澳门咧就喺亚洲区嘅第一站，全场分为做9大区，挑战各有不同。客人入场后咧可以游玩9大设施，配合轻快音乐同埋射灯，气氛相当唔错噶。 而每个设施都有工作人员从旁指导，保证安全。好惊啊！好惊啊！哇！跟住咧就嚟挑战下难度最高嘅一关啦！ 唔好睇小朋友玩得咁轻松啊！记者同摄影师都试玩过，几次都失败啊！另外仲有提供多人对战嘅游戏，就算一大班朋友嚟咧都唔会闷。记者试玩完之后咧，就觉得咧呢个乐园咧好适合父母带小朋友嚟放电，但玩唔玩啊，记得都要注意安全啊！